火山熔岩顺着火山口往下蔓延500公尺，瓜地马拉首都瓜地马拉市西南部35公里的火峰火山，高4500公尺，是境内三大活跃的火山之一，在2012年9月爆发时，10000人撤离。好，镜头回到台湾高雄市小港区山民路上的一家。